修复了，修的这么快吗？这就修复了？嗯？谢谢梦梦，还有五分钟开奖啊，一个办卡就能参与我们的抽奖了。现在19个兄弟参与了我们的抽奖。大虫子，这人上哪去了？人没了呢？不是打野去了吧？把他们也算上。这干哈呀？这样，兄弟，咱也不用这么怕吧？上来双招全交了。那你可一个兵也别吃，这兵线还是往我这边推的，我跟你说。哎，晕住走，不打了，走位。跳上来，锤，重锤，走位。哎呦，再锤，直接闪现跳点炎开 E 晕住死，他传送也没了。好，这一波没办法，我 E 没好，你给我 A 死的。哎，可以，推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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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推，好兄弟！看着，刚才我跟你们说，如果我的 E 技能再能快那么一秒钟，这个银马都死了，他都打不死我。再能快个一秒钟就好了。我们刚才只能装作自己有意，知道吧？装像，刚才就装样子，直接跳上来锤，往前走开一晕锤，死了，锤，锤，接锤。武器大师肯定是得出三项的。我这波车没了，我车怎么回事？我的车怎么消失了？哎，这也能 Killing Spree 呀！走，来这里找到大虫子，晕走，锤，不上了，别着急。哎呦，重锤接跳走，他已经没有 Q 了啊！不行，不能杀了，那波杀不了，回家了。这玩意儿800块钱有点贵呀，我钱不够。这小妇孺之斧，大虫子把兵人推到这个位置，我们直接卡住，我们直接就卡住啊！这波兵，还拼上了哟，掉人儿！哎呦我操！
了呀。感谢佐瑞塔又鱼霜，还有14秒开奖啊，一个办卡就能参与我们抽奖了，抓紧时间兄弟们，一张办卡就能参与了。谢谢唐长老，感谢等待，谢谢阿苏。蓝枪起飞了，耶，给我抓他来。你不一定能打得过他呀。我的天哪，哎呦我操，今天我不把他杀了，干啥呀，这啥意思啊，也行吧，杀了个佐伊也不亏，也算有点成效。你还卡上兵线了，人马这波在打峡谷，我们二打二不一定能打得过，他在上路打不过，这波不能打啊，这波打起来之前不能交易，人马100%在上路，他在打蟹，我们在这等一下吧。哎，他没在打蟹，这个人我真是操了，好烦啊，这个人马好恶心啊，没完没了的。有病是吧，那没有人装什么玩弄呢？没人装什么玩弄呢，兄弟。不能打了，不能打了，不能打了。跟你说了不能打了，你不信。把我害死他知道他们家上路现在玩不了，你知道吧，他拆我上塔帮上路解放，这人玩的不错。
来个卸手吧，卸这装备。这把不好打，这人会玩有点厉害，老抓我。我不知道我们家队友行不行啊，如果我的队友行，他这么抓我，他们家是会输的。这波不能让他再拿到人头了啊！小龙，没拿小龙去吧？队友拿小龙没关系，乐意抓抓吧。我好像死的次数都有点多了，不带值钱了。能中吗？可以。Nice， 把龙拿了。没事，他抓我无所谓的，这波，这波我即使死了都没有关系。我知道他这波可能会来我上路，你知道吧？抓就抓吧，没关系，让他抓。把他们也算上。唯一会玩，把他杀了就行。不行，他妈的把后排给杀没了，这。蓝枪管一下好了呀，我们不能管了啊，我们得继续在上路待着了。没想到吧，我又回来了。奶妈是谁家的？是我们家的。行，还追呀？奶妈有没有大呀？哎呦，这波奶妈没大。再来个人好了，人来少了，二v二打不过。我其实都不值钱了，我估计我现在死可能就100来块钱都。你们团就行，没事。出招吧！关键是这哥们老有红，你知道吗？来把这银马给我杀了。来妈救。哎呦我操，大海放空了，来的太慢了，这波4-3，其实不应该打输的。我们家有维恩的话，没想到
以待。这我都出不去，他肯定又搁这里头。怎么跟这个小驴人说一下子，快点去团战去，别跟他带。节奏不行。这是为什么呀？操！你稍等我一下再上啊！着什么急？我去你妈了！这能没杀了兄弟？你知道这波人马把他杀了，你知道有多重要啊？哎呀，打的真鸡巴憋气！不争气，严阵以待。我把人马给送起来了。行，我把人马给送起来了。关键他不争气，你知道吧？他把那人马杀了呀！你有红都没杀了，他连大都没有，他水银血。我其实他抓我都无所谓，你知道吧？关键我们家这个节奏他得对呀，你节奏不对那能行吗？抓不抓我都无所谓的，这大虫子像个傻子似的，他也起不来，起来也没用，这个混的。稳住，慢慢发育，我发育没用，得他们发育这把。发育起来没有用啊！哎，对 ，nice 嘛，这就对了，你知道吗？这把不能靠我，你不能说我们一直愿意赶客，然后人家上路我压制住了，完事呢，然后你还得靠我呢，那队友干啥呢？玩呢，那队友啊！那好几波本来都能杀的都没杀了。哎，上楼塔可以拆。我又回来了。他其实没有多大优势，我告诉你们，一共他就三件套。我们家小驴人都两件套，你想一想。一共他才三件套，他杀我都不值钱，你知道吧？我是连着死的，我不是说杀完一个死一回，杀完一个死一回，我们连着死根本就不值钱，一百来块钱吧。那文人有装备根本就不怕他，随便来呀。看招。
直接一波来。我挡一下来，直接一波。他不是喜欢带线吗？让他带来。压没了，带不？